喂，梁心啊，你出来陪我逛街吧。你家周天伦呢？嗨，哪有时间啊，最近店里太忙了。那好吧，去哪儿啊？老地方见。杨欣，你说我穿这个孕妇装好看吗？琳达，你不是吧？你才刚怀孕，你就要买孕妇装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哎呀，你不懂，等我肚子大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不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要趁现在赶紧把以后要穿的衣服都买齐了。好吧。哎。伤了，流血呢，我现在要去给他包扎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你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。商场。喂，喂。等着吧。多吃一点。你是要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得先走了。你不是答应过我陪我吃饭的吗？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走了。从我怀孕之后，周天伦就胆小得跟个老鼠似的，车上还给我准备了个医药箱，东西多的都够我健身用了。他那是心疼你。那是。我现在有点不想见童俊明，我总觉得有种被压迫的感觉。自从我见到他的前妻田飞之后，我总是会不自觉地会想起他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他们之前如何相处，他说什么样的话会把他逗得哈哈大笑，他看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眼神，他会对他许下过什么样的承诺。田飞跟我完全不一样，他甚至比童俊明都强势，甚至在事业上，在生活上都是一个不甘示弱的女人，而我总是把狼狈不堪的一面展现给她看。别的呢我不知道，但我只知道一点，就是你比她漂亮。漂亮有什么用啊，外表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消失。